谢谢台湾主办大会邀请我来文博会2018，来一起去看看。要10秒之内要打给电话或者传一个 LINE 的讯息，那这个案子就可以做得到。耳朵这里有个耳门，那打不到外面的声音，那我要你的食指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对，用手指尖打。传送讯息，还有唤醒你手机上的语音助手。比如说，如果我想要打个电话给Marcus， 我就要按一下旁边的按钮，然后我手机上的语音助手就会醒 ，Siri 就会醒。WhatsApp Kevin, tell him that I'm on my way. Kevin won't. 可以直接传送出去。因为佢用不传导技术传声，即系声音透过震动直接由手指传入你耳骨里面，所以净系得你一个听到，你拎开咧就听到啦。可能就俾多啲 privacy 啊，系更加 discreet 嘅。系啊系啊系。系。鼻哥窿都得。影相呢个 size。你耳仔要听啊。看到复古，才看到是复古。复古，如果是一零零，看不到。它是这样子，看到吗？Vespa。对。拿这个剪刀，它是这样子，它是剪刀，可是它也是拆箱刀，这一端可以拿来拆箱子。你那个箱子里面不是有那个胶带，你这个就是可以拿来做这个拆箱子。那因为我们自己会带来带去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带在身上，它会平时蛮安全的，这样。那所以说，我们才设计一个这个这样子的底座，这样告诉别人说它是可以站，这样子。I wonder why this place seeps into my soul. Feelings are so strong here, though I don't belong here. Sometimes I just stop and listen to the sound.Me.